네, 과거가 사실 가능해요. 이게 뭐래요? 어, 지금 빙고다. 你是苹果的，我不是生肖，我猜错了。我看一下你可能会爱打我家女儿，然后我也跑了。那我直接死了。我是你哥，你说话。没用，这个是西藏的。这个有点菜啊。哎，走了，哎，点亮了。我感觉我的弹还行，应该是最高输出吧。哎，打我还是最高输出，难受死了。你这人太难了。你这人太难了。你这人太难了。他段位不符，拉不了了。我刚才点到他了。我老铁，我靠，射手是最好的杀手，他叫 A J 肉。你帮我看鸟是不是也是这个？好，谢谢老铁送的食物。没有，看阵容，那种死肉多，怎么是射手啊？看阵容，有的阵容射手好的，有的阵容反瞄一下这些游戏。像那些什么一堆什么廉颇、张飞这种，我的天，那出个货都是抓了。这又抢我打野，打什么？早饭过来了，过来。他们想养猪哎，兄弟，要不来把无敌大小姐？我呀，我大小姐每场均输出五十多。对呀、啊，要不下把来吧？没有名字也都可以，我就大小姐打野来个太乙。啊，哎，人家弹幕要求。那个我又把上分了。没事没事。对呀、啊。五杀大小姐。不敢跳了，嘿嘿，很绿血。我要不要换张凳子过来？那啥，我有点玩腻了。没有啊，张飞吗？一般交叉。哇，我手速快不快？哎呀，哎，我会玩砍，我会玩砍，我会玩砍。那好的，谢谢你，你别逼麦，不然这游戏就输了。我昨天弄过了啊，可以的，谢谢你啊，你的皮肤都没有了，浪死了，浪死了，嫦娥是不是很克貂蝉？浪死了，对。
鬼叫。老哥，你怎么没有皮肤啊？这有辣条，哎，跑偏了，跑偏了。别摸我奶子。啊，哦，你看。变态吧你。嗯，你一定要开大。这个就三个技能。这个不用啊。我靠，这边有盾山。老哥，我被蹲了。是他摸我，靠我啥事儿？老哥，你打不过他吗？对面的盾山把我给磕死了，我的天呀！不存在了，你张飞玩的多吧，多少吧？肯定是他呀，他不多，他过来摸我，我也不厉害。小妹，要了，可以。我的眼睛被名字做歪了，带着人才。你自作了，不敢跟他打架了，打死他！他想让我拿那个上官的。对呀，上官了。我跟他俩想要啊。可以啊，老铁。这样不太没意思，他就不跟我。好，一个刀都补不到，怎么用的？打啦你们，你打死啦！对呀，他敲我。老哥，我打不过他。你打死啦！盾山在左边。你打死了老哥，换。那你第一次干嘛？没事没事，没事的，我相信你可以的。我靠，有点快，有点。他这个盾山，能拐断一下吗？我就说这人很调皮，他敢这么说。哦哦，他输过来了，我的天！要不要换线？糟了，有点霸道啊，他这个叫盾山。好嘞。没打到他，还有金子，他卖我老哥，这金子怎么掉？他们上去了，来没了，烧死了。保一下，拐了一下，应该就可以在往上卖了。啊？那个，在哪？在哪？那个吗？对呀，防守板那个力量。拿到了，拿到了，捡了。不会是吧？我不太好赌，我要中路线。我操！被针对了，老哥，他来抓我了，操！潘哥下来了，诸葛来下路了，咋整啊？加兰没人进的，咋三个在这边呢？加兰肯定没人进的。他们诸葛不过来，我就可以杀他了，老哥，有点难受啊。打出来就行了，这样我已经不要了，老哥。下哪掉了？王在线给我拉回我在拉后，我在拉后。其实我也没，等我打开门，我就叫他们打开语音。不好打，我就杀猪了去了。打了一天，还掉了一颗星，太惨了。太惨了，打到我，有点难受啊。不是，我在找诸葛，在诸，在追诸葛，诸葛不知道猫哪的，他死了，他死了，没准要杀一个。他们家蓝十秒，他们家蓝十秒，用不着吗？交了，立马交了呀，老哥。
你要一把这个东西搞坏了，我操！诸葛亮来了，你去吧，我叫。中干部组长，你过去，你过去。诸葛亮在打，应该有人在帮他打。那是江哥吗？他自己。我把塔开。帮我打就好。OK， 给你们看看我今天。要炒豆豆不是我的，是吕布的。你来了没来？你今天就出江哥了吗？我靠，他给我 A 掉了，他不给我 A 掉。他给我 A 掉，那肯定是我的，我就回去了。你们注意，我回去了。这情节不够细节啊！这重庆统一，不要插一下，老哥。怎么说？还要被兵兵打死？对，兵兵住了，好恶心！今天来帮我，快气死了！放的不让吗？走了，能走吧？那个他干小大火闪现过就开始了。我拿王叔的号打。东线，东线，你快去东线。我感觉得先拉拖，先拉拖，先拉拖。他没大了，还没大了，可以打，可以打，这个场没蓝了。老哥，感觉中路要炸了呀！我也没蓝，我也没蓝了，我也没蓝了。咋整啊？队友有点哇、哦，没抢到，难受上，我来了，没来了，我在他面前回城，被打了，先去上路，哎呀，难受死了，哎呀，我这没蓝的貂蝉，难受死了，谁呀、啊？谁呀、啊？我来了，我来了，牛大吧，打他，打他，他打你会接大了，好好的直接点，打打打，没拿出来啊，我没蓝。他们都打掉了，我让他们打开门，他们都不理我。我哥砍死一个，我说这个能签我，我可以二打五，一打五。你最好别信。不要黑没有雷区。干干干！注意他，他没大了，他没大了。我们中路又打起来了。蓝也是我的，人也是我的，哎，这不好。老哥，就你一个了。哎，别别别别！妈的，这中枪真烦啊！你要不守高地吧，等下开大。开大，老哥，出来。打他！哇，老哥你上好高啊！你保护他、啊。不好带啊！你要看太乙，看到没？诸葛就在这里。我感觉直接出魔了。那我玩张飞。让你们看看我这。走了，走了。世界第一张飞。老哥咋回事啊老哥，好像我在治疗哎，然后把你把线卡一下呗，卡在外面，我去开始治疗吧，好拿，不是你等下开大你就大了，哎只要你把装备对对对打了，红卡老哥五个飞机，我操！王飞机干毛，前面五个飞机，肯定。王飞机干毛，今天下午就下午就五个飞机，王飞机干毛，
这孙三我看着就烦，这个灯还干啥呢？我们要开黑龙啊，老哥，打字。他等你放了吧，展示吗？那两手然后展示，再展示。我们要打起来了呀！不带了，我的。踢了四个，老哥。我可以先把他们。耶、yeah, 直接送第一门了，对，直接送第一门，中了第一门，老哥吃了呀，遇到个老哥，我操，你也抢我剑要老大好吃啊，像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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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对呀、啊，他真看这个男人，被人打断呀、啊，我难受死了。对，没事，答应他。难受死我了。答应。下了，我操！我说我自己想说，你看你不聊。我说我二斤加一的加血。管一下有没有？不许见到呀！莫去招摇。我靠，又跑了！这操场怎么那么严重啊？我操！直接被轰一个球穿刷，直接被轰一个。这啥子啊？怎么这么高啊？我这秒啊！我去，这李白，你他妈落四把，你还敢回去？好球哟！我没蓝了，没蓝了，算了，哎、不没有啊，都不玩了，算了。下午再说话。我好像他妈期待你这么久，我以为我应该放放火，有点激动。他落单了，看到没？没看。啊！我的球没冲着他们，他打歪了，你又打头说过了。哦，你撞墙了。哇，来个玩意儿，你在这儿呢？啊？你在给我拍吧。好肉啊，这个人。你是不是应该带个闪电啊？嗯。哇，今天一个好肉啊！我都忘记了。要不要再玩啥？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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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搞玩开又死了。哎，我不能死。哦，打 PS 第六把哦，我知道了，陈友基给了个治疗是吧？答应他，跟马克说。我得去 CS 呀。哦，我有他们上路三个，什么意思啊？要不我直接去他家干什么？你拿吧，你拿吧。操，雪崩！我操！我操！你提醒我一下，我就知道了。我得去蹲那个敌人，别跟那个鸟，我不打错了。你别走了，我得去蹲他们。来，你家那个。哪个？那个金子方便吗？我存量都不够啊！啊！哦，你这人家有剩三，你怪？金子没剩三，今天少。然后我剩下那个。
路的那一个。不管我怎么说。他的黄也最后一次在上海一次。你就给我充下电了。红没大。已经到了。你先过来。拿我一下。拿完了，我去盖了。等下课。没有啊，再拉一下，再拉一下。得得得，你们找话题，我来跟你们聊天。先帮我选一下，快走。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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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老铁。听哥。哎，阿珂。你去，你去，我有我的风吗？没有没有，我们这边拼多多的。难受死了。你好啊，难受死了，难受死了。哎呦，老这个老铁有点骚气啊。怎么办嘞，王庆？我在跟你打招呼了嘞。哎呀，害羞了。对啊，阿珂。哦，王庆嘞。哎呀，这个牧师又开始调皮了。王庆，牧师你别说话。王庆，听不见我说话吗？王庆，你再抠字试试。我没抠字啊，我在叫你的名字嘞。这讨论组怎么有四个人呀？听不到。我叫你的名字，你怎么不回答我嘞？你是谁？我听不到你。你听不到吗？我听不见他。你耳朵没得了吗？你耳朵没得了吗？就你是谁呀？王庆，你在干嘛嘞？我在想你。滚！行，差点没电。彪哥，我操！这个红房锁住了。啊！我刚上厕所去了。干什么？啊！王庆，有人说你是小学生嘞。又被他看了，要不然那等等，我是能搭上他的。王庆小学生嘞。你别说话，小学生，好好打游戏。你才是小学生。怎么阿可的手机里面同时出现了两个声音嘞？不知道呀。还有两分钟，老铁，竞赛。OK， 你多少星嘞？你说话正常点。我很正常啊。别做啊，兄弟们。那你不会玩辅助，你不用多少钱、啊？我买了，买完这两个辅助，我直接出发了。我要。我们多久可以下播啊？顶不住嘞。不知道呀。666啊，大关羽，来耶！什么？你们找话题啊！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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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你是小学生吗？我是大学生 ，OK。我咋听到6.6？扛不住了，扛不住了。OK。Two。这谁顶得住啊？还好，有点累。
你充多少电了？我说那个。寂寞时的爱。你要给你充这个。新哥回来。N 多给你充。新哥。哎，那回来嘞。哦，我还有一分钟。我被小学生了。还有一分钟嘞。我被小学生了。你是小学生吗？我说我被小学生了。对，我要打。你是小学生。不，我要打四关水。啦啦啦啦啦，还有两百多。我 A 死你啊！有没有纸类？干嘛需要吧？没有吧？哎，你打完那条鱼？是自己做的，不是那种。因为这啥玩意啊？怎么这么多人啊？因为这里面有人刀，我操！他们什么辅助啊？能不能把我的给我嘞？他们很少的，他们还能打辅助吗？看啊！他们这样说我几排啊，我是阿可，我是阿可，我是阿可嘞。你是猪八戒？你是你爸爸？我的狄仁杰无敌。对啊，牧师贼骚。不要嘞，还是我带你躺啊，梦梦面。那怎么又能消失了？我跟他们排位去了。嗯。晚点陪你。我感觉我的经验不行。哦，这都飞走了。庆哥发起排位，庆哥那肯定是黄金招嘞，拉我一下。啊，你也玩吗？肯定不是，不知道几排啊？打排位吗？三排啊，三排吗？不是，你一个人先开五排啊，彪彪彪也来啊！打五排啊！要不要也来？那就五排啊！来玩一个，要不要打最初啊？阿克发你链接。嗯，我去喊一下。快点了吗？红军带我一个嘞，拜拜。别，你天天想坑我。哎，好了，拜拜，拜拜。什么拜拜啊？好嘞，王晶，拜拜。我有啊，没号，拜拜。直接教你们玩上面。王晶没我的话，你们明天还有十点钟起来化妆啊？你自己看群里说啦。然后拿个气管，拿个气管还是？他叫长了，叫长了。哪个？他妈的！十点化妆，后面有一个来接我一下，辛苦啊，弟弟。你别在那躺着死了，我受不了。还有个谁啊？五排。王青，你的车不稳嘞。上号，上号，上车，上车，别，好，快上车，别叨叨。我是 QQ 区的嘞。哎，有了 QQ 区的小学生就给我闭嘴。我已经去到老年人，你说你妈呢？小学生就给我闭嘴。老年人就赶快回家啦。你的暮色有点飘啊。你的上麦克说话有点多啊。肯定要多、啊。肯定要飘呀。还没到。还有个谁吗？我去天空里面喊一个。莫名，本来想上你，但是你的好英雄太少。你就打你自己的吧。怎么还有个小姐姐嘞？有什么？你怎么回事的呀？他女朋友。那你为什么没有带？我不太敢。你那个单子多累。
都过年了嘞，你都25了嘞，怎么还不带个女朋友回家过年嘞？你能不能不要天天累累累累累累累哦？这个就是大佬，烦不烦？小学生，老年人，看吧。别别别！你妈，为啥？四爷等医生，那扣个字。四爷等医生啊！扣个语音，我没拉微信。你干嘛？都这么晚了还搞搞搞？我等下都要下播了。等一个老铁，等一个老铁。嘿，尴尬，真跑遍了啊！你可以勾引一下，他想看见的。边色套路，等一个老铁。边色有什么套路哎？边色好玩啊。边色肯定没有套路啊。老边发给我了，没发给你，自己发。我靠！拉他呀！你们有人上号吗？啊？你们还有人吗？没有啊，少一个，你能不能拉一个？我拉个九折过来。你拉吧。啥九折？学不会。老哥，有天无影啊。一起发一个大哥好，怎么样？再发他就上了你的黑车。上车了。接你了。啊，接你了，来，九哥不带你们弟弟吗？好那你又不弄好，那我咋整嘛？那这搞得我很难受，哼。人家干给我开大。你真是牛啊！又带我上黑车了，你们。咋回事啊？放来摔稳定。我彪哥，我玩后羿，对。哎呀，真他妈烦呐！我跟你说，排个十分钟都排不进去。九折带躺吗？九折带呗。坐姿挺重。专门。我他妈300多，只剩我他妈1600多点券，只剩300多。送我一点吧，300多。又他妈被荣耀水晶看到我了。你送我一点吧。把我的战力进阶一下啊。博了，博了。这个人他妈的不要钱。老哥，你们多少星啊？不多不多，也就十来星。听哥，你多少星啊？不知道呀。我听24星嘞，我刚刚看到的。这个王星24星想问车嘞。24星肯定不好排啊。对呀、啊。赶快换号啊！要有耐心，小孩子。要有耐心。要有耐心。这个世界太疯狂。告诉你，猫当伴娘。你头灯底啊，这个。张麦克。嗯。有好多人认识你哦。我想帮他压住。肯定没有人。别。有人认识你呀、啊。好多人认识你哦，我直播间都认识你。肯定没有啊，真的都有啦，他们说四楼是 EDGM 中单的，我就是个废物。哎呀老铁，你是废物这件事情就不要再重复了，我已经知道了。滚。谁养的师傅？我要干了，我今天又要扣你。为何你要放不开？啊，跑掉了！都快完蛋，都快完蛋了！
别人刚才打不上来了，你们都追着我打呀，没办法，追着了这么久，应该不敢回吧。春哥啊，当经理掉星了会不会扣工资啊？啊？我说要掉星了会不会被经理骂？肯定要扣工资啊！扣你的不扣我的？还不定呢。你一个人扣三人的，直接把年终奖给你扣没嘞，抽奖都没你的份嘞。上个车真累。赶歌春风吹。你扔了。他不理我了就。谁不理你了？关了，重开一下。我操！兵哥，重开一下。王鑫，叫你换个低音的车头嘞。谢谢我彪哥送的荧光棒。别。你们排不进去嘞。要不要我换？我换个异星的吧。别别别，不用换了，就这样。打开摄像头。你们是不是有26星的？没有。你们大哥发话了。排不到，再排一分钟就散伙。叫你们要散伙了，听不见，回家种地了都要。说我们聚众赌博，要我们散伙，不然就要抓我们。不然回来就把我们一个个抓起来。不然直接就把你抓起来嘞，王静。叫你赶快换个车头，听不见他的这个意思吗？我听不到。这个暮色怎么这么骚啊？这个暮色。我没有你骚呀，张麦克老师。你怎么这么标准喽？你是不是有毒哎？我没有毒嘞。我服了，我服了，我服了，太阴嘞。他怎么要 DA 头阳光？我的去了，拜拜，拜拜，拜拜了，上班。老哥，你们直接就是再一下一句再你妈的见，生气嘞，还不让人经理都跑了。王天，经理都走嘞，这车不稳啊。昨天人是谁啊？不知道，叫什么？应该 ID 就要比嗯，这车开不了了。我知道，我知道。我很久以前发动不起来了。打五台经常遇到。叫一个。我。他给我一个打的不错。那好，起来玩一下。你们四个王者排不到人嘞。排得到人。我打好巅峰赛。他之前都他妈30多星了。51星都有了呢。啊，51星都有了呢，51都有了，对啊。等我，我了，我得走。你们有没有好友？来一个。没了呀。啊。这个谁又在那里吹满地？是不是老扁？怎么说？后边先打一顿。叫你妈妈给你生个弟弟，就有人了。上不了。你们三排会翻车的嘞。怎么说？三个王者还不翻车？你们去。这谁呀？朋友。就是你朋友。嗯。别人有恋人嘞。那不叫朋友，那叫网友。翻边牧去了。怎么说？你不够傻讲，你不配做我的网友。听哥三排啊！拉我拉我！你给我发链接。他直接拉你不就行了？没有。为什么要发链接啊？那你加了？我加了。没有他安卓去的吗？我有好友。
你怎么亲哥好友都没有嘞？我有亲哥微信号。哎，没有亲哥，肯定拉得到嘞。说错了，亲哥电话拉不到，不知道为什么。哎，你们就把亲哥拉上去嘞。有毒的呀！亲哥号谁他妈？加了他妈微信好友，拉不到人。这个先用这个酒。他租个成都的进来就成了。我活了。我去，这都大半边伤害了。麦老师，我拉你。一直嘲讽我。百多伤痛归一样。麦老师出来。嗯。我拉你。哥，go go go。我把送他个头。为什么你那么胖？要注意，我说。新哥，我拉你，新哥，你别群里面玩。给他打广告嘛，看见照片拍起来。你们排不到人的嘞。啊！不行，我排不了了。雪崩。我要去录素材了。拜拜，他妈看老师，你要不要跟阿成双双排嘞？哇，难受啊！一定要快乐双排啊！我去，那我问一下馆长咋了？我死了，妈又活过来了。我们他妈走了，走吧走吧，弄仔啦！这个墨子怎么跟小胡一样啊？哎，摸我脚了，小胡一样，小胡跟小胡他妈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又摸脚了，这不走了，我的天！六啊，我上麦一下真的，你真有意思嘞，大麦哥。那肯定是你比较有意思、啊。我去，好厉害呀！我是个你的，我是你的小迷弟。肯定是你好看啊！肯定是我比你好看呐、啊！你知道你就可以收身啦。我操，二技能被他卡了。我靠，我中夜中夜。老哥，我给你笑死。老哥，我给你笑死。老哥嘴一个。你妈。拜拜，在你妈的店收身，咱们吹不了。怎么说啊？再找一个，我叫一个。三个人。我去，这个人没摸奖呀？打不打？我都打不住他，他应该死了。猪死了，专家。嗯。我们可以把这个。专家露露啊。你哪个？你哪的？我去，你这个黑帮是怎么被抢的？你教教我。他需要做奖的妈妈伊朗来帮这个哥哥能不能教教我害怕疯了吧老编辑搂他建华牛逼！我两三个人开是吧？我缺一个，我缺一个蓝 buff 后者。改革春风吹呀，吹满地，吹满地，这个世界太疯狂了。你要去啥？别急，没几能量了，没能量了，带线吧，一路线不够了，一路线不够了。我操他妈的，都是五条线，兄弟从白了多少？
靠，为什么没放出来啊？哇，那大刀怎么这么快？你见他一见他大刀，因为危险兄弟。走吧走吧，有人骂你电视就是傻逼，我位置不对，差一个摄像机。是不是有人骂我电视？我还是要改革春风吹呀，改革春风吹你呀，你们哇，这个世界太疯狂了，给你戳他，给手抄，我去，这个人。走吧走吧，玩一波吧，等人吧。我跑过去这边，能不能走啊？他有猴子了。猴子的，我手机啊，你跑不了了。我的智力有超过。你跑不了。我今天看一下斗鱼直播间谁掉，直接干谁掉了吗？今天直接播到8点，分都还没上。多讲出来了，打了一天了，一颗星都没上，还累的呀。别急，我操。领导，你好。他在搞啥？我靠，王建华牛逼！关注他，哎，他什么状态？我靠，王建华牛逼，一个打四个。我靠，这么远！我靠，我以为他传钱。哎呀，我们红黄大白不明白了，钱太多了。啊？你怎么又进来了？我没有丢扇子吧？我直接大了。谢谢红黄大白。彪子，你说你这傻逼吗？我以为他就一丝血，不然我就带线去了。他满血我就不会那么打了，他满血我就死了。多家伙的，今天太疯狂，太疯狂，太疯狂！妈，你可能离我远点不？我们要开始打了。笑死我！提过来了，你给我翻，我也不笑。一波了，一波了。我操，魔方。二姐，你他。二姐，你这个。狗子。看你，你看，出去吧。
拜拜。再说我们还这么多呢。哎，要不把这段全吃完。今天这里是一些什么吃的饭？真贱。就那边聊聊。你看，这里是一斤两。干啥，阿哥？还有几斤？阿哥。老板，那个启东拳馆好想想着你们那边不是有个叫启东的地方吗？啥？你是不是启东的？啥启东的？啊，你们那不就有个叫启东还是启？这是邵阳啊？不是，有个启东。不是邵东吧？啊。我反正记得有个什么东的，有个那个。建华牛逼，建华牛逼，建华牛逼，建华听得到吗？
我咋被摁住了？电话。别出力了。电话。你他妈聋了吗？电话。电话。啊，聋了，聋掉了吗？你他妈耳朵什么？耳朵聋了吗？你妈说什么乱套啊？啥意思啊？百多春风吹满地，风光人生我心花人生大风气，大风气，兄弟，我是怎样啊？这是啥意思啊？有这么变态吗？这英雄之前就秒了吗？你说话都这么简单？我看一下，那啥呢？没有，我看看那个正版的改革是不是就是咱们的？那我把你来了。正版的改革，改革，哦，不上点。后面还有个是尼德龙冰河，我们看到那个是视频的剪辑。这个是两分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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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啊，我饿了。不急不慢。小李。啊，听说我们。看我的腹肌没，兄弟。谢谢，谢谢您的礼物。你先回来唱歌吧，操！我上厕所了，麻烦你。你听到这歌声，我都想拉屎。无聊，龙鳞是不？我穿着衣服都有轮廓。每一个兄弟们，我们有兄弟们，这个包没空调，三百，再上，再上。看见没？我看见没有？隔着衣服都有轮廓。啥意思啊？哎呦，咋重开了呀？王振华牛逼！爱惜你的。把这王炸开了，兄弟们。你呀，我呢？咋穿体育的衣服？我这是秋衣。品读是啥呀？品读是啥呀？我都不知道品读是啥。
大白的时候第一呀当我死了呀还是李建华好呀建华牛逼王建华不是打排不进去呀、啊、排不进去呀、啊、王建华是武功一个副业月色他要领高没事排不进去刚好休息喂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群里面还有一个女头啊这女头是小米吗对你先告诉我是不是小米为啥平台啊啥有几个叫是一个叫啥王建华是一个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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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打我最宠啦！我天！他在哪宠他的呀？耳朵顺风吹，耳朵顺风吹。王信呢？不知道啊，王信干啥去了？我不知道啊。这个世界太不知道啊。刘子彪打不打？他在天天。我随便，我娱乐为主。拿呗，这话有点。分贝，你从谁的话里面吧？没办，
海东东东呀，海东呀，下一个是靠合同越秀，我操，我这有病吧，我操，这个要听吗？我是要你们的朋友是都拿表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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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工作人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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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那个大哥哥打了不打了老哥看看那个猴子不打了啊，这个蛋，不是有那樱花吗？他在观战，他们都打完了。
不？你刚才就知道了。我靠！怎么野怪来了？他妈的，这边哪来的野啊？操666！你他妈666啊！我操！666完不完了？他妈，好了，那你这样子。他妈变态吧，我操！他咋咋就给我演上了，是吧？这个让我忍住了，今天不饿了，你看。啊，这个玩意儿这个变态了，我操！哎呦，你改革春风吹吹来的野。虫子彪哥在干啥？还有四分钟，你就算了。虫子彪还有四分钟。你不等龙子彪吗？龙子彪还四分钟。阿哥，我靠，齐了。没事，你啊。龙子彪不了，阿哥，你听见我说话吗？你听不见我说话吗，阿哥？我靠！妈的，玩不玩了？这玩，他是玩不下去了。我妈的！你他妈的就打野，打野去！怎么回来了？真的太绝了！王楚哲，那野怪还是你搞来的？我靠！我要说喊你，我说他怎么跑到那个野怪身上，都没跟他跑到回来。进了。我玩啥呀、啊？行啊，大小姐在哪？一个太乙就够了。一个太乙就够，一个太乙就够。一个太乙就够，一个太乙就够。其他的想玩啥玩啥。谢谢一尊金和光明送的礼物。中国人民要争气。这个世界太疯狂。你们是不是中了毒啊？一个个的。你看你啊，如果你想多包的话，就下面就都备回行。这家伙也可以下播了。各位小伙伴，拜拜，咱明天见啊。王世隐。要不我休息一下，你们休息一下。我休息一下，明天。我先去睡了，晚上我把他抱抱给他。